菲菲，咱最近特别到地检署啊，就无人会当威胁到你啊，放心啦。我嘛唔知影是安怎，我一直感觉足不安的，我一直感觉表哥伊随时拢有可能会出现。你出面作证也唔知啊，哪有可能出现啊？奇怪，我要出发进前，我才加过油啊。现在怎都还没有啊？刚才是有人打卡去了。无东奥是不？一定是表哥。你哪会知道这件代志？你是第二队干事人，一定是想要让咱自撞，结果是车祸啦。菲菲，你先别紧张，你好安。我先把车驶去无人的所在，我会想办法给他停来。做人叠加，这样意外性。你是要搞什么事？考起对啊！你是要冲啥？你抓准，你安尼有我的户口，无人就会知影啥。恁表哥我敢有这么硬气咯？你伫想啥？想要创啥？我拢唔知。表哥，我拜托你啊，若是出来这个时段知影，你人拢已死啊，谁会知影？我只是三番两次提醒你，袂当反背我，袂当反背我，袂当反背我。啊，不过你就是唔听。那呢，你嘛无留落来必要啊！我拢已经替你铺路啊，你搁有当行偏去，我替你受买。卖怪我对你无情，你有啥物遗言想要讲的，你就做你讲。表哥若是做会到，我一定尽力替你完成。这嘛算是我这个表哥对你最后一点仔情分。代志，这是我家己做得来的，所以我无话讲。啊，不过我拜托你，放开我阿妈，放开我厝内底了，莫找因的麻烦，好不好？好，这点表哥搁做会到，我已经有警告你，是你家己唔听的。做遐尼侪歹代志，讲到底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啊！不过表哥，我看到阿妈的目屎的时阵，我足后悔。我希望你会当到这为止，啊，无你以后不免后悔，怕袂有啊。哈哈哈！你放心，我一世人绝对是吃会落困下去，安心的过日，愈卖愈悬。表妹，再给了。